最近天气这么热，大家都不喜欢留在外头哦。我们带您看看呢，在周末有哪些事情可以做。礼拜六即将登场的呢，是在历史博物馆的三国特展。那么要举办一场寻找三国达人的擂台赛，我们带您来看看。你知道为何曹操写的《滚雪》没有三点水？你知道这一幅明代大家酬英的《赤壁图》有多价值连城？还有关羽到底是如何从历史人物变成了神？这些的问题如果嫌太难，那也有简单一点的。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是谁？曹操。哪一个大将帮刘操在长坂坡救出儿子？赵云。关羽因为一时大意是去哪个地方？应该是大意失荆州。诸葛亮为了要借东风盖了一个什么坛？东风坛吗？好，金生与何生亮是谁说的？周瑜。哎呀，诸葛亮借东风靠的可是七星坛，看来有看大三国特展程度真的有差。为了寻找三国达人，现在主办单位还要寄出高额的奖金，来一场擂台挑战赛。那只要所有的民众，对于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三国达人的话，在这礼拜六上午10点都可以到我们的史博馆这边来。那我们三国达人的话，前三名有高额的奖金。地点就在台北历史博物馆，从状元、榜眼到探花，通通有奖金。另外敢挑战的还有小礼物，利用时间好好 KK 三国实在的知识，说不定三国达人就是你。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